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就请回来。不是，话没说完呢。能进吗？好，那我进来。陆队，咱们现在干嘛？青城大学。咱女青城大学干嘛呀？我是不是要去哪儿？一桩桩一件件都得跟你们仨报备一下啊？不用。 我再说一遍，青城大学。走啊！前面叔叔再见。我能不能？没有没有，你爸哪年的？75吧。 叫对了。